是你们家，你做个你娘的，你都炒肉汤给我端过来，哎呀，我说光炒。我你这你吃的牛筋老实呗，你饱了你应该都放心。这个麻烦，这个麻烦，这个光顾着。不麻烦。自己一人那有啥麻烦？就是你不要讲我说这个麻烦的话，不就不麻烦？麻烦亏欠人家，一个人还得给那摆了又拿了点苹果。哎呀，不麻烦，只要你好了，你身体壮壮实实的，俺不让高兴嘛，是呗？等我啥了？等成做成个办事人了。哎呀，不叫我说那个话啊！人家养养好了，好了有的去，去了养养好了。你这你这这没没有了，弄没这这段时间了，好了。你着急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你对了，你都好好好好养，好好治疗，等俺再好了是呗？跟俺爷爷他们可去帮忙到馆里待呗。这今年能啊？咱明年、后年、大伙儿待呗。那到馆还还等不了，还怕等不了？到馆我说等着，等着你好了就这。这要不要把你拆了再养？等着你好了，你看看早饭吃。得了。哦，要吃啥的应该逗啥的呗。我逗了，我等你逗了好吃，你叫你逗着那个公婆啊，这会儿要逮个谁来？你连一会儿把这个冻起来啊，哦、就是一个一个的。包了一大笔药呗。没多少，我着急，我说再保证一下，让你再吃吧。看、你多好，俩孩子多孝顺，俩孩子多孝顺你。啊，这个胃不也？我俩孩子可孝顺了，真的。这孩子明天高高兴兴的。哎呀，真高兴，对了说想想。这样呀，还想着好好伺候住，那治不了啥劲好急。对了，想嘛，哎呀，对了，说想，光没花钱，那没花钱呢，也是这个样，给孩子们当家负担。对，是吧？他有时候跟难受时了，跟那咱是，咱难受不得劲时了，也是往家发脾气，是呗？难受了，哎，没花钱，我说哎，可不是没花钱，这是让心多麻呀。不是，那没好心，跟你包裹一样，是呗？哦，难受是呗？俺是难受，俺不难受，俺不喝酒，不是？哦，就是哦。俺舍不得喝酒，也不难受。那会儿是俺没病，那会儿俺舍得喝酒，一回到，是呗？就是嘞，真是。那你歇会吧，给你把这个东西冻起来。哦，你歇会儿吧。我不累，你躺会儿吧，我走吧。你歇会儿吧，你躺吧，你大感冒的，你躺吧，你小歇会儿。那你喝点水吧。不累，这里把这个冻起来了。这虾皮没冻好就是。就到有点儿，哦，你搁哪儿？哦哦。